曾经幻想过无数次再见的方式，却从来没有想过会是这样的相逢。那个，请您系好安全带。老婆，请您坐好，咱们马上出发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想到这条路这么堵。这世上没有能回去的感情，就算真的回去了，你也会发现一切早已面目全非。怕什么呢？怕你呢？看没看？怎样？让我看一下嘛！不行，让我看一下嘛！车是女朋友布置的吗？这么多娃娃，少女心态吗？是我自己买的。我觉得有小象太孤单了，所以我每次看到可爱的娃娃，我就喜欢把它买下来陪它。这我是不是很奇怪？听过一个理论，在一起往往不需要理由，但是分手总能找到理由。恭喜你考上师大，我们分手吧。我可以不去的。别喜欢我了。你现在还好吗？挺好的。看吧，爱情有时候就是这样。你走之后，我把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。我没办法再忘记你，因为我自己就是另一个你。我们还有没有可能？是你先离开的。爱你怎么能了？瞬间恍惚中错以为牵着的是你的手，但是对不起，岁月无可回头。